么了，二宝？姐姐和爸爸都给我吃了手指软的，我还怎么吃了？那我看看，嗯，都给你偷吃了呀，嗯，都没有了吗？不哭哈，妈妈这里啊还有一个新的呢，来，你要这个，来来整整姐姐好不好？我这儿妈妈这儿有两个彩泥，把这两个彩泥啊，来给他做一个，行不行？行，让他吃。好，你那个奶拿出来，我给他搓一个长长的条，给我。这个真的。给我抽便便一样。真的是呢。搓一个长长的绳子，给它卷起来，卷呀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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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卷，哎，给它卷起来，放在，对，给它放在这个里面，放在这个里面，给我这个，来，你叫姐姐来吃绳子糖吧。姨，姐姐来吃绳子糖啦！来来来，选绳子糖了，来，你一个。给小妹妹一个，来打开吃吧。我先打开。打开吃吧。哎，这个怎么和它的不一样啊？一样啊，快吃吧，这都是绳子糖啊，有长长的，你展开都是长长的绳子，尝尝可好吃了，吃吧。嗯，好馋啊！可以打开吗？啊！这个里面的这个绳子糖是不是你给小妹妹偷吃了呀？不是啊，爸爸吃的。那一会儿我再去找他，我看看你这个是打开，那你给姐姐分一半吧。既然不是姐姐偷吃的，那就给姐姐一块吧。哇，这么长啊！我们跳绳，我先跳个绳哈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还能跳绳啊？这个可以当成围脖。嗯，项链吧，这应该是。